那边是假高，有的人假个探千瓦班，有的人假个该送急诊病房，怎么会命运差那么多？就像我们背一背起背山，有的人呢探着心态减减空，有的人就被阿飘吓得要命。我还记得吼，较早我咧通的时阵吼，阮一朋友甲我讲吼，无变过安尼啦。来，住阮兜山顶吼，安全是你住山顶，你唔知会下未下。我无要紧啦，因为我细汉咧人工山顶住的吼，去山顶拢无问题。伊怎个啊？带去因家住，因家住多，因家住梅山甲大拿吼，交界三不管地带。咱只能讲山顶真无方便，所以我拢爱吼较暗啊，暗时的时阵吼，暗时要暗啊，还是暗时的时阵，我才有开车吼，看是去梅山街啊吼，补货啦，还是去大拿街啊补货。我会记得吼，有两三遍哦，有两三遍。我那车吼开到吼一丛大榕树吼，大榕树迄条路。边啊，迄丛大榕树哦，迄台车拢熄火。啊，你讲我迄台车吼，唔嘛是老爷车，吼上无咱较早咧走路吼，拢还阁开千里马。你知影头我才甲宪哥讲，啊千里马走路到底比面路的比恁个阁较老早，你知道？警察车拢叫袂着。对啊，警察车叫那最原始叫的啦，对不？千里马不是爱叫千里马，对不？千里也对。啊，但迄条路吼，迄条路咱讲实在，迄条路吼，干啊千里马，你知道？千里马是长。啊，较宽者，啊，迄条路吼，敢若会当千里马咧开去的时候都一摆一摆，一摆一摆，边仔就砍嘛，啊，遮就壁嘛，山壁，啊，拢一摆一摆，开到遮的时候，失火，失火的时候吼，凉凉啊，你凉凉，我之前我甲慧明讲，我背离足轻的啦，我背离足轻的，凉凉啊，过五六分钟去的时候，你过发动，过发动啊，不以为意，第二遍嘛是安尼。你个敢看一个人，人家你啊咧行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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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安尼啊。第三遍有够喊，但我徛喺我的面头前，差不多五十公尺，差不多五十公尺，你知无？啊，你知咱人会惊讲奇怪，迄个人是虾米人？因为迄阵吼，第一遍、第二遍，伊是安尼会行来行去，你不以为意嘛？你敢若讲啊，车停喺遐失火。第三遍就甲你徛遐，差不多五十公尺，我看会到。哎，如果到底是人还是什么，你知无？二话不说，那时候晚上了嘛。拢晚上差不多八点外九点的时阵。嗯，咱吼咧走路的吼，本能反应吼，就是看到啥物件吼，啊先断再搁讲啊，管你啥物物件，你知无？见面穿鞋个断，你听好无？哎，见面穿鞋个断。你已经有案在身，你还继续犯案？啊不。我走路就是安尼嘛，无是安那走路的时阵，一按搁一按，一按搁一按，原因就是安尼来啊。就是这种心情就对了。对啊，先下手为强。先下手为强，见面举来就开落去啊，这开落去时，你若暗时山顶吼，山顶你若穿开落去时，回应真大啊。嗯。阮朋友吼，因为离阮朋友因家无外远，你知无？见面开落去的时阵，迄个人无去啊，迄个人无去啊。确定是鬼了。啊。确定是鬼了。我咱闽南讲哦，脚真凉啦，头皮发麻安尼啊，凉啦。你知道，迄支枪吼，迄支枪开了时阵，手还搁咧颤，还搁咧颤。嗯，阮朋友听到声啊，尔见面，我都摆就徛来啊。兵哥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我无啊，啊，就看一个人伫遐，啊，我见面就甲开落去啊。啊，阮兵哥看，无人啊。伊讲，这丛大树，几啊年前吊死一个查某，伫遮。我吊死一个查某伫遮。我讲几岁人？我问伊几岁人？伊讲差不多三十几岁人。啊，我第三遍看，第一遍、第二遍看，看无清楚。第三遍我看吼，迄就是查某，差不多换了三十几岁人啊。我敢会去拄到歹物啊？伊讲有可能。你吼，还是明仔载吼，我叫阮老爸带你去拜拜者。第三天安尼啊，闽雄分局吼，刑事组差不多几十个就对了，走去山顶去甲掠，去甲掠，见面就照着穿啊嘛。啊，带登去民雄派出所时，我就问迄带队小队长啊，我讲对啊，啊恁哪会知影来遮抓我呢啊？我讲覕甲真深山呢，啊恁也毋捌我啊？伊讲哦，我咧讲，有人阮一个队员吼，有人甲托梦，讲遐覕一个通缉犯，我咧凊彩讲讲，我咧凊彩讲讲，而且已经通缉犯，佮我断落。我都无人开枪啊！我唔是命案啊，对无？有人来甲你托梦，是讲正经啊。有人来甲阮托梦，讲迄个山顶秘籍通缉犯伊啊，而且佫有枪。
这个警察也太相信托梦的说法了吧？对啊，啊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抓还不抓？我讲，我若犯罪，卖亏钱的时阵哦，犯罪我就讲犯罪还阁未抓着。